真的非常的有魅力，不光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才这么说，你去问每一个学过汉语的人，他们都会这么说。汉语桥已经举办过七届了，听说很多的选手因为汉语桥之后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小鱼3年前参加过汉语桥的比赛，是的，如今是主持人，还有一些选手因为汉语桥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中国成家立业，有了幸福的家庭，是的，很多很多的变化，这样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汉语桥，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让很多怀揣着中国梦的大学生们完成了从一个国度到另一个国度的跨越，他们用热情和努力开始了在中国的希望之旅。我是20号欧丽莲，我就是黑珍珠，是珍珠就会发光，特等奖总冠军欧丽莲。这是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小吃街，我们在南锣鼓巷，我们应该在后海啊酒吧街这儿呢，这条街有魁伟一年，这个土生土长的美国黑珍珠已经成为了一个地道的北京姑娘。这就是我的学校清华大学，非常因为汉语桥，她即将进入她梦想的学府清华大学继续深造。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再次见到大卫，他的妻子施洛米已经有了7个月的身孕，他们给未出世的宝宝取了个中文名叫花生，寓意着一家人在中国落地生根。生，对，生花生，花生，花生。眼前这个谈笑风生的帅小伙就是刘军磊，因为汉语桥，他收获了友谊与快乐。对于这个武术迷来说，最幸福的事便是和朋友们一起探讨中国功夫。参加汉语桥以后，我终于有机会来中国学习汉语，还可以学习我最喜欢的运动武术，这样我交了很多朋友。李慕白，这个多才多艺的美国男孩，酷爱王菲，喜欢中国歌，因为汉语桥，他的才艺被充分挖掘展现，也让他留在了湖南卫视国际频道，成就了他的主持梦想。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取得非常非常好的名次。快乐汉语，快乐汉语，快乐汉语，成就希望，成就希望，耶！世界的汉语桥，是的。汉语桥呢，不仅仅是一场这个中文的比赛，更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我们中国走向世界，宣传中国的这样的一次盛会。我相信有不少外国的朋友可能是通过学唱中国歌的方式开始学说中国话，因为中国流行歌曲当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元素。对，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中国风。从这个朗朗上口的这个流行歌曲当中，比如说像周杰伦的这个《本草纲目》啊，还有《青花瓷》，旋律非常优美，而且它的词也是极具中国文化的意境。你不要唱两句吗？我实在是唱不出那种感觉。他们唱得非常好哈。是的。这样，下面我们有请上届获奖的选手刘军磊、大卫还有至上励合组合为我们带来中国话。有请。扁担块儿板凳长，扁担箱绑在板凳上。扁担块儿板凳长，扁担箱绑在板凳上。伦敦玛丽莲，玛丽莲告诉妈妈，墨西哥的复写机爱上牛肉面疙瘩，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左脸脸的说的开心，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转了舌头说，听上去有的变化，平平仄仄，平平仄。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扁担宽，板凳长，扁担长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上流着一条河。哥哥说宽宽的河，弟弟说白白的鹅，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哪鹅过河。全世界都在学中。世界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着说了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贫下屈辱的变化，自责拼命做作品。他聪明的中国人，还有美的中国话。两个小孩在小路上街打醋，又迈步迈了步带了醋，会动感情一拽步，放下步别下醋，上街咨询喝了醋，肥了音跑了醋，塞了醋湿了裤。腿说腿，腿说嘴，腿说腿爱跑腿，腿说嘴爱卖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也不动嘴，不如不长腿和嘴。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腿说嘴？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哥哥弟弟不相做，不上我指你真狠，不下我指你真狠，全世界都在啊、我要表扬一下小鱼，这是小鱼做的第一场电视直播、啊、请大家给小鱼点鼓励的掌声好吗？谢谢小鱼的中